又幸運勝利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七場二班千八香港大學校友會杯。三號馬文藝復興19蚊，十號人強馬勁36蚊，好啦，開閘嘅時候啦。前面快嘅馬埋變位置，人強馬勁啊，冇乜馬放嘅場合，睇下係咪中間呢個格哥兒會帶啦。響外邊奇畫，中間有勁感極速，外邊文藝復興啊，後面三隻。咁啊，再見到有尾三紫色三嗰只咧，就幸運勝利啦。尾二就星爾頓啦。咁啊，暫時殿後就威風猛將嚟噶。好啦，跑過呢個1400米嘅段柱啦，都係冇馬帶噶啦。中間奇畫咁啊，外邊有文藝復興啦。再見到中檔第三位格哥兒內蘭，第四位人強馬勁啊。再後邊有極速第五內蘭，第六勁感啊。後邊三隻內蘭尾三幸運勝利就拍住外邊星爾頓啦。殿後嗰匹馬咧就威風猛將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對面嘅直路中尾段啦。奇畫帶頭，文藝復興第二位，人強馬勁啊，第三位，第四位格哥兒啊，第五位嘅馬啦，內欄位置有勁感啦，白鼻箍嘅，拍住佢外邊仲有極速啊，尾三埋邊紫色衫就幸運勝利，拍住星爾頓啊，咁啊暫時殿後仍然係威風猛將啊。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啦，次序上係完全冇喐過噶，奇畫帶頭，文藝復興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呢只咧就人強馬勁一路都頂到好實噶啦，再拍住外邊有格哥兒，大外檔威風猛將呢個時候。有踩油啊！中间有极速啦，埋边咧就劲感等咗落去尾三，尾二响出边噶啦，有星尔顿包尾就幸运胜利啊！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文艺复兴，睇下走唔走得啦先噶啦，跟住后边一齐出，仲有人强马劲啊！大外档上跟嚟嘅马，有呢只星尔顿啦，再喺埋边位置就奇话，最后200米到啦，人强马劲直追文艺复兴，外边杀紧上嚟，仲有星尔顿啊！埋边就系呢只咧劲感亦都上紧嚟，最后100米，人强马劲依然系占先啊！中間有勁感上緊埋面文藝復興，人強馬勁贏啊！第二名勁感啊，第三名咧就是、文藝復興，第四名有幸運勝利，星爾頓咧就跑得好接近啊！咁結果呢場賽事呢隻人強馬勁咧入彎，咁啊取中檔嘅位置上嚟，咁啊後邊追得好勁嗰只咧就勁感一路發殺翻上嚟，跑翻個第二，文藝復興第三，幸運勝利星爾頓咧就要影相啊！人强马劲，临尾落飞落到34蚊夜马，不过劲脆真系惨，晕刀啊！应该赢啦，直路塞车 check 咗一 check， 上翻嚟都闹翻条 Q 嘅。文艺复兴跑过第三，十号、六号、三号啊，第四名用眼睇应该系嗰只幸运胜利。八号啊，系啊，嗯，因为嗰只星尔顿咧，冲冲下好似又冇啊。咁啊，所以埋边嗰只幸运胜利啊上嚟，拉翻个第四啊！系咯，嗰个世纪位好啊，上嚟嗰时，结果连第四都冇。睇睇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10号人强马劲啊，独人落好多飞到34.5，位置派13.5，跑第二名系6号嘅劲脆，位置派27蚊，跑第三名3号文艺复兴，位置派12.5，连赢位6搭10派211蚊，三红彩10号6号3号派928蚊，单贴派115蚊，位置 Q 6搭10派61蚊，3搭10派13.5，3搭6派50蚊，5号跑第四名系8号嘅幸运胜利。有啲运啊！今日田泰安两场都系汤伟达，真系啦、啊。咁啊，人强马劲啦，亦都可以获得呢个75万嘅优异成绩特别奖金、啊，因为杀到上嚟二班都继续赢啊！好埋杯啦，含水密码俾佢当代沙皇啊，得咗呢只劲脆，俾阿蔡明兆咁阻一阻，咁再兜路上嚟，真系输半个马位嘅啫。不过其实佢内栏嗰个位都唔系好确认嘅啫，嗰度都冇得讲嘅有时啊。嗯，不过仲后生，咁即系劲脆都仲有佢嘅进步空间咯。其实今日都好黄金机会，可以再下一城。咁、四连环派900蚊，但系好可惜啊。仲系嗰个部署你睇到啊，即系上次揾长千六挞翻起嗰个路程嘅，然之后加程咁样样。系四重彩派20767蚊，好过佢。2200直接缩落嚟啊！系啊，1600跑一场近嘅，先至再安排跑呢场1800。个磅位亦都系孭轻上次成9磅啦。即系虽然你话今场赛事嗰个评分区域系多5分，但系多过5分就系夹咗只格哥儿啫嘛。咁住谂住嗰只高卡士啲啦，所以都拣咗佢。但系表现真系今年麻麻地，格哥儿有一场都好失望嘅赛事啊！我又唔明佢自己唔走啊，因为你见到头嗰400米前面五个骑师，你眼你眼望我眼，喂，你走啊，不如你走啊，不如你走啊，个个都话唔走，咪冇人走咯。
正如啊，听啊，贤仔 call 马都咁讲啊，啊冇马带会唔会隔哥而带咧？佢都唔带。香港大学校友会挑战杯啊，好大个杯，恭喜晒马主。呢条 Q 就本来都过咗关系四十倍，而家都最后得翻廿一倍开跑啊！只十真系落好多飞，即系呢一只赢马嘅，净系赢你个榜嗰嚿啦，同埋佢唞咗成三个月啊嘛。见到系田太。好啦，睇下巡台影片啦，睇下早段啦。咁啊，真系啦，起一步即其实格哥二起步系最快嗰只嚟嘅。咁但系见到阿柏宝又唔系话好积极嘅吓，都系望一望入边，喂有冇马摄上嚟冇啊冇啊，摄入啲啦咁样样。咁但系佢又唔系话好真系要抢放嗰只嚟嘅。结果开边嗰队咧就话：哇，你又唔快啲，我又唔快啲，咁点算啊？咁啊，潘顿同埋阿蔡明同埋啊。蔡明少咧就决定走咗出嚟先啦。格哥爷走翻住喺个第三啦，入边系人强马劲啊，都斗得好辛苦啊，只马今日好痕啊。咁啊，再后啲就第五位开边就系极速啦，然之后入边系劲吹啦，星尔顿尾三啊，尾嗰队咧就系幸运胜利，同埋嗰只就威风万丈，阵间转弯前咧就已经踩咗上嚟噶啦。一对一对九只，反而威风万丈就几厚啊，但系佢阵间又踩上嚟喎，喺开边嗰度啊。文艺复兴就选择上前，咁啊都系一个合理嘅做法嚟嘅。同埋你今日只马急，而且你排咗个开边嘅档位，你卖唔到佢都系斩搞，倒不如真系接住个二搭搏得咯吓。系。咁但系就始终真系啦，可能上次跑开2400啦，爆落去就冇对啊，即系六同埋十咧，摆到明个目标系望住1800呢一场噶啦，爆落去冇咁劲啦。嗱，威风万丈呢度踩上嚟喎，咁结果踩一下冇噶啦。睇下伟达点样塞啊！佢嘅选择就诶，因为人哋走咗出去啊嘛，佢喺入边度捐，以为贴住条栏呢个位置有啦咁，但其实都冇啦，因为啲马群系西翻埋嚟啦。嗰度逼咗一逼，再压翻上嚟，但系前面仲有只文艺复兴埋咗嚟，最惨仲要转位啊，系咯，转两条线咯呢度要赢啊！呢场马应该佢应该赢，我都觉得。最后而家几多啊？半个马位咋？哇！幸运胜利都追得几好，好似威风万丈追完嗰段翻嚟爆尾。位置 Q 派彩六搭十派61蚊，三搭十派13.5，三搭六派50蚊5毫。四连万派900蚊。四重彩系派20000767蚊。